欧耶大师讲这个，我们要记住啊，持一生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生不可思议。念十声，念一百声，念一千声，念一万声，念无量无数声，声声皆不可思议。只有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利益功德，无法想象，叫你说你也说不出口啊！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！只有功夫到了，自己晓得啊。别人有慧眼的人看出来，没有慧眼的人看不出来。